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四早上的9:50，加权指数小跌15点。昨天欧美股市，尤其美股的部分，道琼大涨。昨天道琼是从开低走高，大涨258点。那道琼大涨，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涨不出去？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上道琼的脚步？我们却是连高盘都开不出来，是不是原因？因为昨天是因为油价涨，油连涨2天，所以石油股跟金融股昨天上来，把美国股市给推高。至于科技股的部分，反而表现没有那么强。纳斯达克涨0.3%，费城半导体涨0.6%，所以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带动效果不大。因为我们跟美国人衔接，主要是在科技的这一部分。至于银行跟石油，跟咱无关系的。所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一开盘就绿油油的，当然也没有跌很多啦，大概0.2%到0.4%。所以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也开不出高盘来。那其实从电子盘就可以看到，昨天美国股市道琼涨200多点的时候，电子盘的台子期盘后才涨了16点而已。所以这个行情其实，你要看得很小心，看得很仔细才行哦。那道琼涨258点啊，其实这个黑棒都还没吃掉，所以你还是不能松懈啊，还是要很小心才行。今天台北股市开盘普遍都呈弱势，所以我跟大家讲过，风险平衡的意识你一定要有，你一定要有一些风险平衡的动作。你看空单的部分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空底部啊，空业绩烂的高档股，买底部的绩优股。茂林今天还是跌了9毛钱，这个暂时会在这里洗盘呐，暂时也衰盘，衰衰了解来，今晚来做逃跌啊，所以你要空的话，今天应该是下不来了，明天看有没有机会再高空。宣德这个业绩很烂，半年报只有3毛钱而已，有弹高都是空。百元也是连赔3、4年了，这个你要啥戏当啊？半年报也赔了1.44，赔第3年，这个上来都是往高空。宏杰科我昨天空单先补掉，因为指标很低，所以空单获利先补，弹高再空。全讯也是指标很低，所以空单昨天9.15先补，你看今天9.24，这短还高康。自贸就是怕它弹不上来而已。我是150空的，145加空，目前在139。创意指标也在高档了，创意要注意，今年业绩也是很烂的，半年报只有1.8而已，股价200多。这个高档盘一盘之后，这嘛是落来哦，爱注意哦，莫去后白买哦。精彩拉高也都是空点，精彩半年报赔了1.34，已经连赔第4年了。48块、50块遐，卡无上来去啊，站不上去，尤其量又缩下来，所以尽量去找这种业绩很烂的，股价在高档的啊，逢高做放空，季购票要注意哦，汇创客要注意哦。这个人为因素炒上去，指标在高档，加上亏损持续扩大，半年报已经亏了1.49，连亏第5年。哎，了五当高给个70几块，这要注意哦。这个如果让主力跑掉，这个下来幅度会跌很凶哦。所以这个股票你不能乱买啊，加股票你不好白买。那今天行情里面，当然有强有弱，今天最弱的是 GIS，今天 GIS 一开盘就是杀盘了，开低就杀盘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昨天 GIS 开法说会，在法说会上面，公司的说法，历年营运的最高点在11月。那今年客户有提早拉货的动作，所以今年高峰期会落在10月份。就光是这样讲而已，今天报纸就讲旺季不旺，瓶盖股危险。所以有时候报纸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，有时候都会扩大解读，所以导致今天一开盘，开到108，就卖压就整个出来。那我也跟会员讲，年限一直站不上去，停损停利点一定要有哦。所以我连续几天跟会员讲，105哦，115都可以卖。那最坏的
停利停损点在110元，如果110元破一定要退，哦，如果110元破一定要退，哦，所以今天一破110元，哦，我们会员还有单子全部都丢出来了，目前是103，但以价钱来说还是太便宜啦，哦，只是报纸上一渲染之后整个现形破坏掉，你如果还有持股的只要反弹上来110附近都要先退掉，既然现形转弱该走还是要走，哦，今天最强在哪里？今天最强在散装货轮的部分。我昨天已经特别提醒你们了，散装货轮连涨4天了，昨天又涨第5天。这还是旧图表，这只到礼拜二而已。你看 BDI 创5年的新高 ，BCI 昨天又涨2%，也即将要创新高了 ，BPI 也创新高了。这里面涨最凶是轻便型极限的运费狂飙，我连续跟大家提醒2天之后，你看今天最强就在这里，散装货轮、新兴、裕民、中航，那包含万海，万海严格来说应该不算了，它是算是晋阳的，台航还有另外惠阳。啊，这几档才是真正的重点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在中航身上。中航今天目前已经涨了4%了。我跟大家讲过哦，中航固定在走13天跟 double 26天。你看这边13、13、13，这波26下来，原本第一个13天反弹，就再落第二只脚。落第二只脚，我们来算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天，25天结束开始涨，这个时间刚刚好，指标也在低档，所以要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波至少13天，如果强势走25天、26天的行情，所以这个只怕不压回，压回都是买。好 ，right long down Q， 新的多头开始启动，好，这是目前国际行情的部分，在散装货轮。哦，是最旺的，大家可以特别留意。好，昨天 MOSFET 竭力开法说会，法说会开完之后发布利多，今天反而出现杀盘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利多主力用利多来做出货，我们竭力是120元之上已经先出掉了，那尼克森我们是已经出掉一半，那暂时这里需要整理，我前两天也跟大家讲过，指标在高档卖一堆关，压回再接。MOSFET 的长线是对的，哦，可是指标高档等压回接。尼克森我们出掉一半，目前指标也很高，所以你们好好比对哦。有48块顶关，那个空间暂时还上不去。那压回整理完之后，长线60块钱还是会来，所以进退你要有依据啊，哦，不是一直在追高，这样就不好了哈。好，润泰拳目前涨2毛钱，指标也在偏高的位置，指标也是有点偏高，所以只要睡啦，只是在洗的过程当中，润泰拳恐怕压回不会升，那没关系，你让指标修正完之后要接再接，这是长期很抗的股票，买底部股就对了，买底部股就对了，操作要节奏。尾影目前是平盘，这么赶快再修正指标，等低一点，当它给卖一堆关，最高我不喜欢那样做，你们长期看我节目你们知道啊，我不爱做堆关的动作，尽量以低阶才会安全。好，被动元件的部分，被动元件昨天报道毛利已经逐渐落底，库存也急速的下降啊，果然市场并不是很领情，哦，所以法人的买盘其实也没有很大，也没有很清楚。环球金，我们来看环球金。环球金连涨2天之后，今天又跌了3.5元。所以说时间还没有到，洗干净不会搞得卖紧啊。时间还没有到，不要急。这次在下来之后就要注意了，这次在下来之后就要注意了。只要时间到，该出手我会出手。所以这个行情本身来说，危机没有解除，你操作上你一定要有风险意识，你不要单纯只是一直做多，做多不是不可以。你要买底部的股票，等它最好时机点来才买，那甚至于可以做一些高档的空单来做平衡的动作，这样两个极端的运作才是现阶段对你来说最大的保障，
也是最能够赚钱的一个方法。欢迎跟上我们脚步，咱到底来探钱。那最后跟大家报告的，礼拜六两场讲座，早上高雄，下午台南。礼拜六早上高雄，下午台南，我要教你们这一章倍数股的选股法，最正统的股票分析，最正统的股票分析能够让你看到个股的低点跟一个大波段。好，所以你用这个方法，我教完你之后，几乎每档个股你都可以从最低点开始买，赚一个大波段 30%、50%。因为我下个月9月份要开全套技术班，所以这是试听班的讲座。那讲完之后，我再由尼克森跟嘉子的模式告诉你9月要起涨的股票。报名专线02-2392-3988 02-2392-3988。高雄跟台南的投资朋友想要听想要学，就打电话进来报名。我们下午见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